欢迎收看股市 A 指标，我是燕荣老师。那么燕荣老师今天有几个主轴啊，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包括航运股、元宇宙的股票，那甚至能源、卫星 Type C 的族群。那另外呢，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一个，包括这个电动车的族群，这几天是拉回的，那有再次攻击的机会吗？这是今天节目要跟大家特别结缘的一些标题哦，这个主轴哦。所以当然跟大家结缘最重点的部分，希望大家邀请大家来成为我的会员，我带大家来操作标股。那另外呢，我更希望的是什么？大家可以成为我粉丝团的成员哦。如何成为我粉丝团的成员呢？好，我们看到这个是我的 LINE 的 ID 小老鼠 JUK2515J。那么或者是拿起手机打开 LINE 当中的行动条码来扫描，这是 LINE 的 QR Code， 这是 Telegram 的 QR Code， 扫描之后或是 LINE 的 ID 搜寻之后，记得点选加入。然后呢，这个还没有结束哦，因为系统有设定，如果您没有出声音的话呢，可能直接把你剔除，我们并不知道你曾经来过。那我的标股你看不到，我的关键性大盘方向性波段低点波段高点的提醒你也看不到，所以呢，请务必要出个声音，好比 say hello， 或者是留下您的名字，或者是在这个地方给燕老师按赞，通通都可以，这样知道意思吗？欢迎订阅我的影片，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哦。好，全国好朋友们，那我想今天整个盘市你会看到跟昨天又是如出一辙，为什么？因为我在昨天啊盘中啊就跟大家做过提醒，那我今天的看法有所改变吗？好，我在今天粉丝团当中，包括会员当中，如果你有加入我的好友 LINE Telegram 都有加进来的，你有出声音的，你在明天同样会收到这样子的一个提醒。包括大盘为什么今天涨不上去，因为 A 指标 0.03 啦，接近前面高点，这是一个对称压力的影响，所以我说指数上涨的空间有限，资金要流向中小型的股票。大家今天看到了什么中小型的股票？我连续讲了三天的经验，今天涨停板的，甚至我在11月2号、11月3号，我也公开邀请你的法人认养的股票，它就是经验啦，今天涨停板的，它就是中小型的标股。那当然，大盘有翻空吗？没有，17485点，今天还是守了牢牢的，所以这还是多方，只是选股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这个地方啊，我的看法，台股仍然有千点行情，但是此时此刻，中小型的股票将会打头阵，全职股会先蹲一下，这样知道意思吗？所以必须要找到正确的股票，才会让您的一套资金做最有效率的运用。好，这个是为什么你要来找燕荣老师的原因，就在这里，让您的资金呢、没有假期，这样知道意思吗？好，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你会看到资金果然流到了中小型的标股。经验，我在电视节目当中第二段第二个单元当中，影片连续讲了三天，昨天前天大前天连续讲了三天。那今天呢，如果你跟上我脚步的，你就得到我跟你恭贺，你分享我们的喜悦。所以欢迎打电话私讯留言进来，来加入郭二之倍数计划班会员的行列。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只给你短线的速度，我们给你的是波段的一个幅度。鹏程这是20天的，豫创这是35天的，阳明光两趟加起来十几天，也超过40%，美骑马12天超过50%的空间。所以呢，欢迎大家来跟上燕荣老师的脚步哦。重点是持股集中啊，来讲这样的绩效啊，才真正有意义，才真正是真功夫，您认为呢？好，那所以呢，这边今天跟大家邀请的是电动车的主升段标股。电动车会卷土重来吗？当然不是，人人有奖。上半年美股盈余比去年同期成长了60%，技术线型的转强。那么目前看起来，低位接，这个地方进可攻，退可守。所以呢，今天呢、开放10个名额。今天前10个名额拨打电话进来来做登记，或者是 LINE 进来 Telegram 进来来做登记。如何登记呢？您只要速度最快的前10名留下您的大名，留下您的电话，那么就算登记完成哦。那第11名以后拍摄没有，好，所以请大家把握这个速度哦。因为如果你把握到这个速度的，像今天经验这样的一个标股，那么你可以领先的跟上。好，所以呢，这个地方你会看到，我知道很多人不相信啦、我怎样做水人不相信呢？为什么？
因为你跟过的投顾老师没有人这么做啊，因为你自己做好像也没有办法像这样啊。像怎么样子呢？十月份我出手十三档股票，我各等级的会员加起来十三档股票，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除了这一档股票它是小赚以外，其他的话呢都有很大幅度的一个获利，总共平均的获利幅度是什么？28%。我知道你不相信，但是这是真的，这是金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只要你愿意跨出来一步，你的绩效呢就完全大不同，完全大不同。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含金量 CP 值最高的计划案，档档都是强棒，你不用猜。郭二芝的倍数计划班，我们给你波段的一个幅度，时间没有很久，我们给你短线的一个速度，真的都很快，一个月只要获利超过20%以上，四个月资金有机会翻倍。欢迎打电话私讯留言进来，加入会员的行列。好，大盘的部分，此时此刻我对大盘的看法，我认为大盘你要把握震荡，然后资金呢要转入中小型的补涨股，好，中小型的补涨股。那么这个地方前面为什么大涨一段呢？好，为什么大涨一段呢？好，因为 A 指标数据杀到前面低点区附近，所以呢大涨了1300点。但是大部分的标股，包括在这个预创的部分，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啊，它的低价区啊，好，低价区啊也是出现在10月4号。那所以我10月4号就提醒，为什么？因为 A 指标数据-0.04杀到前面的低点区附近，难怪啊一路一路的往上涨。那为什么这两天开始横向呢？那燕老师为什么率先市场来提醒呢？因为 A 指标数据拉到前面的高点区附近的，代表什么？相反的逻辑观念，这个现象出现是一个相对的低点区，那这个现象出现的当然它也许在短线上3-5天是一个相对高点区，但是震荡完之后还会再创高点，我认为后面还有1000点的空间，还有1000点的空间。但是在震荡的同时呢指数上下空间不大，但是重点是你要把你的资金啊转入中小型的标股，它有机会再飙，这样知道意思吗？好，那所以呢中小型的标股有迹象，有征兆可观测吗？好，这个是昨天我就秀给你的，我说它的 A 指标数据已经领先创高了，这是上柜的指数，上柜的指数都是中小型股所集合起来的。那今天果然你看到什么？它比大盘还强，它是一个逆势上涨。那你看到的是主力成本线由黑已经翻红了，所以没有错，中小型的标股它会打头阵在下一个千点行情当中。所以呢，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操作的，你不要自己乱猜。好，那么如何做太弱换强，如果你不知道的，我也欢迎你跟上燕蓉老师的脚步。好，预创我跟大家说明的，用这档股票来说明的是如何利用一档股票来做翻身的动作。那么速度有多快？35天的时间它就涨了1倍。那当然我今天在谈这个绩效，我绝对不是看图说故事。10月5号影片公开看好的 Type C 的族群就是预创。好，您可以自己去搜寻10月5号的 YouTube 影片。好，现在是媒体的时代，没有人在放这个录影带了，放录影带的常常都是伪造的比较多，这样知道意思吗？尤其有些我就不要讲太细了。那重点的部分是你要验证，如果有人放录影带，你要去看那一天是不是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影片。那我不想放，好，你自己去看10月5号那天的影片，你自己去看我是不是讲了 Type C。 好，所以你看到 Type C 的预创，那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为什么会这么棒，因为我有一个 A 指标的倍数操作的这个流程，那总是当天滴滴的接，最快的速度会长红，甚至会涨停板，最快的速度少则3-5成，多则1倍到2倍以上。那所以呢，你看到了鹏程啦、阳明光啦、预创啦、美骑马啦，都是相同的逻辑观念。所以呢，你会看到我进场的标股短线常常会急拉，同时为什么我持股会那么集中，而且我能够帮你带进带出，为什么？因为我目标价都先规划好了。所以当然这边我相信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因为我知道整个目标价在哪里，所以我持股非常的集中。那当然我非常感恩啊，感谢很多会员朋友，感恩粉丝对我的支持，我一定带进带出。所以今天其实我从中午1点啊一直肚子绞痛到现在录影室差不多是5点了，我为什么还是一直忍耐？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在等我的节目，
在等我的节目。当然有时候绩效这么好，很多人不相信。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人类来录影，但是你会常常看到很多网络酸民来酸我们，其实那个感觉其实才是更酸的，才是更难过的，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会这么认真的原因在哪里？我会忽略那些不认同我的人，但是哪怕只有一个人认同我，我还是会好好的把我的节目做下去，或者是好好来带我的会员。好，所以呢，你放心。好，燕龙老师的一个做事情的态度就是如此。那么我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好，我一定持股集中，带进带出，把我的会员朋友，把忠实的粉丝当我的好朋友，以诚相待。好，这样知道意思吗？好，所以呢，包括像预创的部分，为什么燕龙老师能够带领大家做赚钱？所以有时候说真的，并不是说这个市场上没有机会，而是你的方法是不对的。当你的方法如果是对的，也许你的资金已经从1000万剩500，从500剩200、300，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只要跟到成功的逻辑观念、成功的模式，就可以平地起高楼。好比呢，我当时在10月5号，为什么我要去提醒？因为 A 指标数据杀到前面低点区附近的，所以呢，波段如何平地起高楼，就是当整个股价最低价当天最低点附近跟我的指标同步，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叫做初生段的价值低估的模式。那价值低估在初生段怎么判断？就是 A 指标的数据杀到前面低点区附近，这个叫做价值低估的一个模式。好，一个模式。那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燕龙老师呢就是看到这个现象，我知道初生段的价值低估模式出现的。那甚至你看到为什么我连续三天的提醒，Type C 的经验，我甚至在11月2号、3号我也连续讲了两三天，经验为什么？因为它叫做主升段的价值低估，数据创高点，回撤转折，负乖离缩小翻红，它就一路攻击，就是这个逻辑观念。所以这叫初升段的价值低估。所以为什么知道这个地方会大涨？因为知道大咖进货的现象，第一个叫做初升段的价值低估，就这一个。所以为什么我不会带你追高？就是最低价当天最低点附近，指标的低点是同步的，是同步的，就这么简单啦、所以这个地方就不用追高啊，持股就很集中啊，就这个逻辑观念。好，所以呢，你看到电动车的这个概念股呢，事实上在这个地方啊，它的逻辑观念哦，事实上是一个主升段的一个观点。好，主升段 A 指标数据创高点，是一个主升段的价值低估，回测这个成本线附近，好，它就有机会来做攻击。就有机会做攻击。比较特殊的是，本土法人买超很多，好、买超很多在锁单，好、已经到达一个恐怖的平衡点，股价一触即发，即将往上狂奔，好、所以务必把握这个机会。好，那当然包括这个预创的部分哦，那么确确实实有买吗？当然有，9月22号买进去就直接点名，它叫波段股。还有呢，这个是10月20号那天要起涨之前的一个提醒，所以呢50万。好，那么35天你可以赚到50万，那么500万可以赚到500万，好，差不多35天左右而已。所以上班族、股票族自己加薪，好，不用去求老板给我们加薪，好，甚至呢，您可以在这个地方来实现您的梦想。当然，这些扣讯虚伪造假，全额退费。那当然，很多人说老师节目上讲的，我们可能没有，我们是比较低位阶的这个会员等级，其实最基础的普通会员。那或者是孤二支的会员，通通都有，好，通通都有，因为这个股价是低的，而且股本大，而且张数也多，好，这个你在节目上看到我大部分的股票基础会员也都会有，好，也都会有，好，所以法人认养标股经验，那么就是一个所谓 A 指标数据创高点，那么次高点也出现的转折出现，然后攻击，上次买了一天就拉了26块，这一次跟你讲了3天，结果呢也拉了20几块上来，是不是？所以我们从一档股票的操作可以来判断一个投顾老师带你将来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为什么坐轿就上天堂啊，那么抬轿就下地狱啊，是不是？这个讲的有点夸张，但是要显示让你来了解这样的一个意涵了。那一个投顾老师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就已经先讲了，好，但当然前面这边资金是放在预创嘛，好，那么最近，好，那么预创这个地方你资金分出来，你就坐在这里，好，这里是210/208附近，那在今天是多少？234。那如果这个地方没有买，好，到今天才讲的，看到 K 线突破才去追高的，这个叫抬轿。那这个地方叫坐轿，好，叫坐轿，这样知道意思吗？
好，那另外呢，这个地方啊，那么你说老师我要验证一下，但是我说有人参加过了，帮你验证过了，你会发现在我们的后台当中啊，每一天都有人来感谢彦龙老师。这是今天我们所收到的感谢某一个会员啊，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感谢函，他说感谢彦龙老师的叮咛，买入经验之后呢，果然又赚钱了，加入会员半个月而已，那么就几乎把之前自己操作亏损的钱全部赚回来的，非常谢谢老师以及团队，我相信你也可以啦，跨出来你就可以了，好，财运就可以改变。所以呢，这个电动车标股呢，每一档股票我都非常有把握，胜率很高，好，是可以阿狗给接手，好，把握这个机会。好，所以你看到你跟我的操作，为什么可以平地起高楼？这个方法叫做初生段价值低估，那么100万35天。好，35天，有机会变成200万。好，这初生段的价值低估，这个是主生段的价值低估。那么每起码12天，100万变150万。好，这个是鹏程，这个也是初生段的价值低估。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20天100万变158万。所以各位朋友们，那么股市当中跟对方法就可以翻身，也欢迎跟上彦龙老师的脚步。好，那当然目前我要特别的叮咛哦。航运类股已经连续提醒3天哦，你不要跌下来又怨天尤人哦。好，我说过了，航运股这个是次高最高点的现象，这个我当时六月底七月初一直提醒，那现在是次高点的位阶，数据靠近这里是次高点的位阶，你不一定要全部出来，你砍不下去的，那你就拿个1/3二分之一出来，好，来跟单。那每周我们像这样，像经验速度这么快，也许可以赚个5万-10万的价差，或者是资金大的人可以赚个50万-100万的价差，好，至少你那种心情会改变，你会比较好睡觉，日子比较好过。好，所以呢，当然包括元宇宙的一个族群哦，概念股宏达电，好 ，A 指标数据一模一样，好，我认为明天呢、啊，元宇宙会有一番的大的厮杀，好，2天内一定要特别的注意，特别的注意，需要协助的朋友欢迎留言，股民成本，好，那么。在这个地方或拨打电话进来，好，彦龙老师会尽力来协助大家。好，电动车的主升段标股，那么在这个地方啊，那么彦龙老师来跟大家提醒的是，它的位阶是在支撑区，有成功形态，而且是在低位阶的支撑区，所以务必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好，把握这个机会。好，含金量最高的计划叫做孤二支的倍数计划班，波段20天、30天、12天。远远超过别人的波段大获利，这个是短线的一个操作，这个幅度也非常大，所以呢，一个月只要能够获利20%，4个月就有机会资金翻倍。好，欢迎把握广告当中的电话，好，或者是赖进来，或者是 Telegram 进来，留下您的大名电话，好，大名电话。那当然，我相信哦，你跟别人在电视上讲的股票都没有，你可能对老师失去信心，但是你来跟我不一样。好，我所操作的，我节目上操作的，你大部分都会有，你大部分都会有。那么把握孤二支倍数计划班，把握广告当中的电话，现在呢就跟我们线上的助理做一个联络。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到现场，谢谢。摩尔坚持用心选股。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从大盘技术面、基本面到筹码面，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唯有摩尔名闻遐迩。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02-2394-6168，2394-6168。摩尔坚持用心选股，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从大盘技术面、基本面到筹码面，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唯有摩尔名闻遐迩。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02-2394-6168，2394-6168。欢迎再度回到现场，我是彦龙老师。那么今天很开心呢、啊，又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日子。为什么？因为包括您所看到的我们的经验，从11月2号、3号的一个提醒。那另外呢，在这个地方啊，那么
最近连续两三天的一个提醒，十一月二号、三号所提醒的是什么？是这张字卡。好，刚刚好像没有看到，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张字卡。这张字卡呢，就是好，在这个地方，我记得我有秀出来，我有秀出来。这张字卡，这张字卡，哎，好，明天秀给大家看，明天秀给大家看。十一月二号、三号的提醒就是经验。就今天法人认养大标股，好，法人认养大标股。那所以呢，这个地方啊，当然股市当中它不是不能够翻身，重点是什么？你有没有跟到正确的方法？如果你有正确的方法，透过一个复利的方式，那你过去哪怕失去的再多，随着时间的经过，我们都可以慢慢的要回来。所以呢，重点在什么？在成功的模式。成功的模式是什么？成功的模式就是这一个。来，我们看啊，成功的模式就是我们跟大家所谈到的。你跟到一个价值低估的方法，可以平地起高楼。价值低估，初生段的价值低估，这样就可以平地起高楼了，是不是？只要这个方法你有跟到，只要这样的一个扣讯你有跟到，你就有机会来翻身。那相反的，过去呢，你会发现呢，你很多股票呢一路爆下来，那这个都是一个错误的位阶，像这样的位阶你不应该有，是不是？那像现在的一个次高点的位阶，你也不应该有。那所以避开带你买在高位阶的一个call讯，或者是避开这样的一个方法，或者是换一个call讯来做操作，您就可以翻身。好，需要协助的大家不要客气，我也欢迎大家跟我们线上的助理做一个洽询哦。好，没有诚信的顾问，这样的call讯你应该要远离，应该要远离。你跟别人在电视上讲的股票都没有，但是我在节目上讲的你大部分都会有，大部分都会有。十月份出手13档股票，那平均涨幅28%，好，每一档股票你看到了都在这个地方，都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啊，如果你错失了这些成绩没有关系，你把握电动车的主升段标股，主升段标股。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整个线型都已经整理的差不多了，目前是第一位阶。所以今天呢、啊，如果你第一段没有争取到的，第二段我再开放10个名额。十个名额，那么打电话进来或者是赖进来留下大名联络电话的，就算登记完成了。好，速度要快一点哦。好，连再生能源股，我认为会补涨，会补涨。第一段在这个地方先3天拉15%，先获利出场。第一档买回来之后呢，2天又拉了15%，部分的获利之后呢，将来这个股票，那么我还是要继续操作。所以如果你没有赚到的，你一定要赶快跟上，一定要赶快跟上，让燕老师协助大家。好，来协助大家，包括太极也是一样。好，那么最高点出现，次高点出现，只要转折出现，它就要进入攻击哦。所以呢，连战生太极，那么能源股的部分不知道如何操作的，我也欢迎跟上我们的脚步。好，法人认养标股就是这一档，它叫做经验。那经验主要是 A 指标数据，它有创高点的，然后次高点洗盘的转折，第一个、第二个，所以我在前两天就告诉大家，那么先拉上来做一个洗盘，那么在这个地方啊，转折再出现会再攻击，所以今天果然出现了长红，原因就在这里。那事实上我不是今天讲的，我连续讲三天的，连续讲三天的。所以呢，经验下一个买点在哪里？不要猜，好，你打电话或视讯留言进来跟我操作，那不要自己做，好，因为你不知道报多久，你也不知道幅度是多少。好，那么如果在震荡的时候你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好，所以呢我们花一点小小的手续费，那么可以真正的得到一个安心，赚得开心，好，这样知道意思吗？好，如果认同的也欢迎跟上哦。好，台阳留意卫星概念股转强的时机，好， A 指标数据的创高点，然后次高点也出现，那转折如果出现它就会攻击哦。所以呢，想要了解卫星概念股最标的股票是哪一档的，也欢迎跟上我们的脚步。好，电动车主升段概念股这一档啊，第一位阶随时随地要发动了，好，所以请大家今天务必要来做一个登记。好，给你的是一天的速度，当你来成为我的会员或者是加入粉丝团，创维9号的提醒，昨天涨停今天在飙，这个是3天的速度，经验是3天的速度，好，领先的提醒，这个是7天的速度，而且当天只买一档股票，持股集中不设飞飙，这个是35天的速度，协助您倍数获利。欢迎加入孤二之的行列，孤二之计划班的行列，含金量最高的，把握广告当中的电话，拨打电话进来，或是 LINE 进来、 Telegram 进来，留下联络方式。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粉丝团，订阅影片，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哦。好，就是这档标股，请大家现在呢就打电话进来，或是 Telegram 进来，请大家现在呢就打电话进来，或者是 LINE 进来，
那么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来跟上这一档电动车主升段标股。为什么？因为当你跟着我滴滴的买进去之后，它真的有机会涨停、涨停再涨停。拨电话，明天见，谢谢。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